各位啊，我现在这个屋子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屋子啊，一会儿会给您介绍。那么刚才我们去了出云神社，对吧？原因就是呢，就是全国的日本全国的各路神仙，在旧历的十月份要在那个神社云集，他们要开会，然后他们要结缘，他们要商量一些事情啊，具体商量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但是商量完了之后，总得开个什么庆功会吧，所以说往往庆功会呢就要去别的地方。我们平常喝酒开个什么宴会也得去别的地方啊，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开会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叫万九千神社。一会儿呢我会带大家伙到外边转一转，然后呢大家伙就明白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屋子很难来啊，基本上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然后才能够坐在这儿，因为往往这个神社总有一个头嘛，他要管这个神社嘛，对吧？所以说一会儿呢我要介绍一下那位老师啊，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那位老师教给我的。各位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位老师啊，他名字叫Nishiki da Tsuyoshi，锦田刚志老师啊，都是他。这位老师刚才跟我说的那些各路神仙都要干什么的，对吧？啊，じゃあ今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先ほどこれを出しましたね。これはおみぎしろですね。刚才呢，老师给了我一瓶这个，这上面写的是御神酒袋，酒袋说白了就不是酒呗。那为什么他要给我一瓶这个呢？なぜこれ出します。はい。普通は神様にお酒をお供えしますね。はい。でお酒のお下がりをみんなでいただくんですよね。だけどお酒飲めない人もいます。はい。それから子供さんとかお酒飲めませんね。で、お酒の代わり、おみきの代わりに生姜のジュースをお供えしたお生姜のお下がりでジュースを作って皆さんに飲んで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じゃあ神様の食べ物を人間食べたらすごくいい、元気になる、霊力が高ま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各位，就是神仙啊，就是他们吃完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喝完的酒，基本上就摆的那些东西，咱们人就吃了。这叫做神人共食，就是我们普通人要是吃了神仙的东西呢，那我们会变得非常美好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和神仙吃的东西是一样的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神仙他喝酒，那我们作为普通人，有些人他就喝不了酒，那怎么办呢？比如说小孩，对吧？小孩未成年也不能喝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就会拿一瓶这个东西，那有果汁啊，还有什么碳酸水啊，弄成的这个清凉饮料水，然后呢就代替酒了啊。我们中国人也有以茶代酒的习俗嘛，对吧？一个意思。那么一会儿我们就出去看看。各位，这就是刚才我坐的那个小屋子啊，然后呢我现在出来了，这里有很多小老鼠，看见没？小老鼠在这里意味着繁荣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。在这些小老鼠的对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万九千神社。神仙呢，在出云大社开完会、结完缘、办完事儿之后，来这儿开庆功会，还是挺形象的啊。基本上啊，就是神社啊，很难进到里面去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来进来看一看。这个呢，就是神社的里面啊，这是神仙的所在的地方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这边呢也是
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祭典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敲一敲什么东西啊，然后呢做一些什么礼拜啊，对吧，都是一些道具啊。那么我们看一看那边啊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嗨，怎么说呢，还是刚才那句话啊，就是每年的旧历的十月份啊，日本全国的各种神仙先去出云大社，先去开会，然后呢去结缘去办事儿。那么这需要多长时间呢？需要七天。那么七天完了之后会来这里啊，叫做这个万九千神社，对吧，来这里啊开 party， 对吧，开一个宴会。那么神仙从出云大社来到这里之前，我们需要做一个祭典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，看这个照片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老师啊，他就会在鸟居那个门前，然后呢来欢迎神仙的到来。所以说呢，七天之后，一大早凌晨四点就去鸟居面前欢迎那些神仙。那么神仙来到这个万九千神社的时候呢，要在这里待上十天。这十天呢，神仙就在这里比如说吃东西啊，喝酒啊，对吧，去言欢。同时呢，我们普通的人呢在这里呢也会开祭典，这个祭典呢也是需要十天。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呢，不能打扰神仙。每天啊，这十天每天都有约一千人来这儿，所以说车都没法停。那么有一部分人呢会来这里来看一看，会来这里也是待上三十分钟去那个祭拜，对吧。那么这里三十分钟，所以说一千人在这儿云集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啊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相信那些人都是怀着一颗非常纯洁的心灵的。同时呢，那么在第十天的时候啊，第十天的时候呢需要干一件事情，就是呢我们要请神回去，对吧。各位神仙，你们在这儿开完会，然后又开完 party 之后呢，那么请回到自己的所属地，保佑当地，对吧。那么看这儿有一个门啊，这个门在那十天的时候是打开的，那么神仙都在里面。神仙在这打开之后你也看不见神仙，在更里面，那里面具体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。所以说呢是打开的，打开完了之后呢，最后一天把这个门关上之后呢，要拿一个，这是これはどんな材料ですか？竹ですか？梅の木です。春に一番最初に咲く梅の木でお立ち、お立ち、お立ちという梅の木、春が来ますようにという思い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。厳しい冬にお祭りしますので、春が来るようにアクティブになるように、そう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。梅の木、はい、これが去年使ったと思います。我以为是竹子呢，这不是竹子，这是梅树的树枝啊，梅树的树枝，基本上就是呼唤春天的时候会用它啊。那么会用这个呢敲这个门，然后呢请神仙您该回去了啊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所以说我估计可能得用这个啊。那么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，就是神仙它不是在里面吗，里面的更里面。那么里面的更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呢，没有人清楚。其实我也挺好奇的。往往呢在哪儿呢，那个在那儿，对对对对。これは裏のものが外に出るときにこういう、そうです、このご神体が外にお出ましになるときに隠して、私またさらに箱の中に隠して、宮司がこうやってこう抱いて持って歩きます。じゃあなんで外に出るんですか？これはね、お立て替えのとき、中にいらっしゃる場合でトンカチ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、大工事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。修復とか。修復のとき、これ遷宮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、一回外にお出ましいただいて。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各位、聞いてみて。就是最里面的谁都不知道，那是神仙开 party 的场所，对吧。那我们说这个这是建筑物，对吧，木造的建筑物肯定得修复啊。那你修复的时候肯定当当当得敲，那不行啊，对吧。所以说你在当当当敲之前，我们先要把最里面的那个核心部分我们要请出去。请出去的时候不能让别人看见，所以说要用这个都挡起来。我想说一句呢，就是我刚才问老师了啊，里头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方盒子，而且非常非常小。所以呢我就问老师，我说这个为什么这盒子这么小呢。然后老师说，就是神仙呀
也不是太注意物质这个东西，有一个小盒子就够了。所以我就想在这说啊，就咱们各位也别太讲究物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往往咱们中国朋友啊，特别想住大房子，但是你房子太大的话，人或气儿呢就会变得很稀薄。所以说那些房子呢，顶多就是一些建筑材料而已。如果您住的是小房子，其实是非常温馨的。您住了大房子之后，您会发现幸福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对于神仙来讲呢，他呢就需要这么一点点小空间就够了，说明他注重的不是物质，我觉得一定是纯粹的心灵，您觉得呢？所以呢真的特别希望您能够来这个神社来看一看，我觉得寓意真的特别特别好。じゃあ先生もあの神谷の前に、はい、あの中国語できますよね。谢谢。はい、じゃあせーの。谢谢。各位，刚才呢，我一直在万九千神社哒哒哒哒的说一大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万九千神社的旁边是另外一个挺大的神社，它叫立崇神社。我不清楚咱们中国这个以前是怎么用汉字的啊？这个日本呢，它也是用汉字的嘛。那个崇其实它指的是蛇，管蛇呢叫崇，那么所以说应该叫做立蛇神社，对吧？那立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蛇立起来了。那蛇一立起来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是水神，水神一旦活灵活现之后呢，首先能够避免水灾，其次呢能够避免干旱，所以说它会让水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去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。那么我们看里面有个镜子，看看你不对不对，里面有个镜子，这镜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你看见你自己啊。曾经我在日中化妆品国际交流协会里面我说过一段啊，就是说要把自己客体化，因为你照镜子的时候你肯定不愿意哭，对吧？那个镜子就是客体化的一种表现，所以说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你看见镜子你就能看见自己了，对吧？你看见自己之后你觉得你会怎么做？所以各位应该都明白，对吧？那么还有一个呢，什么呢？就是这镜子日语叫 kagami， 这个 kagami 这个中间的这个 ga 呀，它有一个汉字，就是我的意思。你把这个 kagami 这个 ga 把这个我取掉之后，就剩下 kami， 对吧？这 kami 的汉字就是神。所以说呢，对于镜子这个 kagami 来讲的话，你把里边的这个我给舍掉之后，你就成了神。这不是说无我啊。因为我这个东西不是说想有就有想无就无的，但是呢忘我是可以的，因为你忘了我之后你真的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事情或者说对待别人，那这里面充满了真挚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谈的叫仁者爱人，仁者爱人，第一个人是一个单立人一个二，对吧？这个人仁者
仁者才能爱别人，所以说第二个人就是普通人的人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个人觉得这个镜子呢，让我想到了这个老子的一些思想啊，仁者爱人，成己成物，先成就自己，然后呢就有能力成物，物指的就是他人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立崇神社就这里头这镜子真的特别特别好，谢谢各位。各位，这是立崇神社的里面。顺便说一句，刚才说到的水神，对吧？说的是蛇。那么日本由于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，把龙神也引进来了。我不清楚是不是和这个和咱们的这个属性有关系啊？因为今年是兔年，来年是龙年，再来年是蛇年，对吧？那么他们说这蛇是水神，那么龙也是水里面的，所以说呢，就一起把龙神也请了进来。我觉得这个能否是不是能够体现中日友好的一面呢？我觉得是，所以希望您能来看一看。啊，各位，哎，今天呢真来着了啊！老师准备送给我一礼物，这是应该是出云大社的一个说明集吧？啊，各种一些传统文化全都写得非常详细，而且还有照片，哎，我觉得这真的特别珍贵。谢谢，谢谢。各位，在离开这里之前，我要买一个玉手。哎呀，买哪个好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啊。各位能看得懂这个吧？这其实是日语，但是呢也是中文，所以我觉得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也是结缘的一种表现。我准备来这个，就来这个。各位知道我想买哪个了吧？我现在就交钱啊。先生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このままでこうやって中が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ますので、取り出してお祭りして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ビニールから出してお祭りください。い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ろしくね。